我知道你是在替我妈着想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是不是应该替我着想着想？你应该很清楚失去你我会有多痛苦。这七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自从我七年前秦少的下的那个决定。 这一次，我把选择的权利还给你，我们继续走下去，还是分开？